我屁股超大，我屁股也超大。玩笑跟玩笑。对啊，私底下还是真的要摸啦。耶！欢迎Lucy，又再一次了。对，因为上次跟 Lucy 拍完八九约会，然后发现很多人觉得 Lucy 很可爱、很纯真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说他竟然没有吃过橘色，这件事让我蛮惊讶。对，平常最贵的一餐大概吃多少钱？三四百吧。不要装哦，一个人装真的啊。以前没有男朋友带你吃大餐吗？没有啊，我吃过最贵的一次是也是我自己花钱去吃的怀石料理紫园寿司。完了，我不知道。那西提有吃过吗？有。西提就 OK 啊，五六百。其实我自己也很少吃橘色啊，我都是因为女朋友突然想要吃大餐，一起庆祝的时候，她有个东西真的我自己很推，叫做杏仁豆腐。我有听到很多人说杏仁豆腐，你今天来吃一下，体验一下，不然平常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找你出来吃饭。不会啊，你可以一直找我，这样我就可以体验个好料了。看一下 Lucy 会被里面的价位吓到，你知道这大概多少钱吗？我有查一下，我有吓到，从1000多到7000-8000都有，两个人应该是4000多跑不掉了。有，我有带钱。没有，我请你吃，我请你吃。谁来约会的本质就是让这些清纯无辜的美女介绍给大家认识。吃饭去。Yeah. 好。这一集没有业配了，很少做吃的主题，有美女大家才会爱看嘛。介绍一个那个橘色小公主跟你认识，请自我介绍。嗨，我是柔柔。为什么要笑？是她，太漂亮，你比较漂亮。你讲这个话，大家会生气。两个女生互捧，搞得我很尴尬。平常来这边都是怎么点餐啊？最好吃的是那个芦笋豆腐。怎么样？你拿手机要偷查功课是吗？对，我写。好认真哦。他手机有在写。因为我上一次他完全不知道讲什么。不会，很棒。你要自然的介绍。超好啦好啦。打开他的和牛套餐，哇，从880-4300都有。你自己来比较常点哪一个？小牛排。我来都吃 M9和牛煎卷，或是顶级沙拉。但我现在不能吃牛，因为我在改运。今天看来只能吃松板猪了。他的伊比利猪跟松板猪都很好吃。那就点一个松板猪了。小牛排，那我来吃和牛煎卷啊。那我们就是点餐了。刚看到有个长得跟我很像的，介绍一下，他是我弟，然后在这边上班。橘色最招牌的就是我们的黄金粥嘛，是用我们原汁原味的精华汤底熬煮出来的稀饭。那来我们这边的话，其实我就是会建议一定要点我们的海鲜。女生妹子最爱点什么？当然就是点我们的螃蟹，因为点螃蟹才能发挥我们男生用心贴心的时候，帮女生剥螃蟹。剥螃蟹。我觉得你来点，你把套餐价钱直接念出来比较傻。我要一个1520的 M9 和牛煎卷。哇，没问题， M9 整个不一样了。然后我要再一个1180的松板猪。顶级松板猪，不得了，有高级的感觉了。有。现在是高级 Lucy。引导一下各位怎么点我们的前菜。引导。我们的主厨前菜，我们每个月都会换。这个月啊是山药细面，它蛮特别的，它是把山药切成细丝，那搭配瓦萨比酱油，撒上一些海苔啊跟鲑鱼卵做点缀，吃起来的口感就是黏黏滑滑的，养颜美容这样子。生菜沙拉的话是搭配鲔鱼酱的沙拉，芦笋豆腐呢也算我们这边的招牌，它是蟹肉蒸蛋，蛮推荐第一次如果来我们这边用餐的话，是我们家的豆腐。好哦。哎呦，我不用点这个，我就可以吃豆腐了。我铺一直而已，我没干嘛。最后呢，我就是一样都会帮各位煮稀饭这样子。我之前去吃其他家也有煮粥，是不是都学你们？对啊，其实哎呦，哇塞，我挖坑给你，你直接跳下去，这我第一次看到哎。对啊，你好有自信，一定要。老板帮他加薪，可以教我怎么做吗？你是不是很久没交男朋友？怎么了？那就是适合吃杏仁杆豆腐。如果很久没交男友的话，所以我们吃这个都不用自己动手。还是要啦，他们很贴心，所以会帮忙弄菜的部分。有时候也是会去吃一些烧肉店，然后他们都会主动帮你翻面，然后就觉得很拍手，就其实自己来就好。但有人煮真的很方便，还是当公主？平常是属于公主个性。还好，会想要当公主。想要当公主，女生都会有一点吧。之前的男友把你当公主疼。我好像没办法，就是如果男生有一点想要把我当公主疼，我就会觉得他是不是瞧不起我。哦，我明明也可以靠自己。对，但有时候又会觉得我好像应该可以找一下公主。可是你的公主定义是什么？如果坚持都不让你付钱，然后他都要出，这样算是把你当公主吗？我会觉得他瞧不起我。那不然就从中间出来中出。我们马上要吃了这三道小菜，他们很贴心，上了这个山药细面、生菜沙拉，还有蟹肉豆腐。你吃过肉棒？它是芦笋豆腐，它上面是用蒸的螃蟹去做的棒状物，中间那一坨是它有加南瓜泥，然后还有一个芦笋，吃起来很像蒸蛋，超好吃。吃一下这个不得了的前菜，
我个人觉得豆腐分量太多，我会想要再找一点，但是那个酱油配的会更入味，因为我本身蛮吃重咸的，但那个南瓜里面在蟹肉没有什么调味甜点配，它是很扎实的那种，而且没有气泡。生菜沙拉，我喜欢是它的那个核果干呐、啊，我觉得老人都爱吃啊。老人吃一口看看山药细面。常吃这种稠稠的液体，蛮喜欢这种稠稠的生山药。我这边还有一些稠稠的东西，你要吃看看吗？很麻烦吗？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先去厕所。觉得你们的肉经得起我嘴巴的考验吗？绝对没有问题，肉的等级是美国 Prime 等级最高等级的。看这个油花色泽，它其实都是非常的漂亮。这样，小牛排呢是选用牛的旁边的这个肋骨，中间带点油筋，然后它吃起来会 QQ 的这样子。但你不能吃牛，好可惜。你还要撑多久？做了多少坏事不能吃？没有特别许多久，我只想说达到一个心目中的运气，觉得好了的时候就可以吃了。对啊，那个门槛是什么？一个成绩吧。经纪人知道的。那你知道他设定的那个成绩是什么？他不知道，我没有跟任何人讲。自我实践价值，那是算是你今年的期许。对，其实你希望个人频道赶快破10万，可以啦，现在几万了？现在才3万而已。我们这边的人赶快去帮他按订阅。我能不能赶快吃牛就靠大家了。来了。入口即化骨绵掌。对不起，我无聊了。无聊。从你的表情就知道超好吃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没有很腻啊，一般太腻了，它还是有点嚼劲。很烫是不是？看到女生嘴有东西，我就想要接，要接这样子。把你的小孩子接起来。对啊。菜盘里面你最爱的东西是什么？芋头嘞。不爱对不对？他说火锅为什么要芋头？我觉得 OK 啊。我也不喜欢芋头，南瓜我还可以，芋头我就不行。南瓜不会到污染那个汤，所以我也还可以，但是。就是污染，就是你想喝汤的时候有一点渣渣。哎、欸，来看一下这个玉米，这样子吃玉米。对啊，一整碗。刚刚以为是八千四的，那让你啃的时候不会很臭，就是一整碗。太贴心了吧？可当玉米不用啃的时候还算吃玉米吗？它是不是失去那种吃玉米美妙的感觉？你喜欢看这样整根整根吃？我觉得就是要这样子塞啊。我只是要说过程，我觉得有时候还是很重要。假设你现在马上就到10万订阅，你是不是会觉得得来的太容易？对，它反而就是要有一点点波折。就像你马上就交到一个条件很好的男朋友，那就不 OK 啊，中途一定会遇到一些渣男。你就是那个很好的男朋友哎、欸，是吗？你想太多了。他真的偏凶啊！你不能看男友，你身上有内衣。对，我真的很夸张那种。我在吃饭。各位观众，现在他们在为你做的是把锅底的食物都捞起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要开始煮粥了。那你们会用什么样？就一般的米饭直接倒下去？哦，不是，他们是用月光米，然后把它加到刚吸收满精华的高汤，然后煮了差不多20分钟，会再加入鸡蛋、葱花、海苔。你通常吃到现在这样几分饱？6分饱而已，还可以再吃粥跟甜点。你有刻意留那个胃吗？没有啊，他没有在保留的吗？我就是一直吃，然后就会被嫌胖。不看我屁股超大，我屁股也超大。玩笑跟玩笑。对啊，私底下还是真的要摸啦。这粥好香哦，而且因为有加蛋，加蛋液就会更好。是很厉害的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男生通常带女生出来这种没有吃过的，他来吃一次，成就感很高，容易开心以及感到满足的另外一半，会是男生很喜欢的对象类型，就会觉得不用特别取悦，就容易到那个点，就很轻松，我也不用一直动。这样相较之下，你会比较少付出吗？我举例啦，有的女生笑点很低，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好笑，但其实我很无聊。对啊，你很好笑。谢谢。我们的三用甜点已经上了，橘色最酷的介绍给你，就是什么杏仁豆腐、布丁跟紫米粥，可以来吃看看。超好吃！那豆腐为什么会那样子？
对不对？我每次都搞不懂，就是很像痰，你可以吸出去再吸回来。它比较像麻吉，很像鼻涕，你知道吗？来，两位吃布丁，来，露西来体验看看了。布丁超好吃。香超浓的，而且它超绵密的，因为它不会很甜。对，它奶味超重。如果喜欢喝牛奶，你就会觉得超好吃。来，吃啊！哎呀，哎，我这边也吃一口。你吃葡萄干就好了啦。你觉得谁的比较好吃？两位的葡萄干都好好吃哦。今天什么样的感想？很满足哎。OK 吧，平常自己比较少吃的话，没关系，趁饭吃，我带你去吃好吃。托你的福，真的。再带你们去吃好吃的。这样今天的影片啦、啊，希望大家喜欢，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节奏，带大家吃吃饭呢。希望大家晚餐茶余饭后可以分享一下影片，留言告诉我最爱吃哪样甜点。Lucy 的频道还有柔柔的 IG 哈，大家都追踪一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现在我只能说双马，今天我是否真的有超悲惨？在周